Yo no sé si se me niega ni... Ah, no.气管怎么拔掉的，还怎么插上就行了。插座空管在打印的这个里。这咋这么长呢？然后用手把这个夹出来捏在一起，管了尾部超过打印的两个毫米。到这个翅膀两个毫米到三个毫米。这也差不多。赶了也要换，也三节短的。然后呢，顶杆顶到最高点，顶到最高点不动的时候，你看，下来。然后再把这个往下降一降率一，这边杆上力模具两三个毫米。等下再通知。然后转到对标这个位置，杆子顶到底，然后这个螺丝在这个槽的中间，
大概这个位置也行，高一点低一点也无所谓，只要它上面的探头亮就行，这杆顶出来后面的探头亮就行。然后再转到这个夹子的位置，然后用手砸了这根杆子往上提，看这个管子是不是在中心，这样就可以。到时候你们自己封的时候自己调，这个上下自己调。现在已经它没有确切的尺寸，你看要封一只，看一下它的压痕，分为挂了管子的管子的深度，然后这个高低自己调。